十天间的时间，应该是三年五年。严重加敲，坐着见站着见班。第二起点干板，看谁肚后都打一下。看太早，还这个肚骨都打一下，就这个发起。看谁胡子再想打一下。看慢人这个腐蚀人像都打一下，又按过这个发起。根本也没人笑。也根本就没人这个笑。也没人讲话。也没人讲话。唔太自家年纪都较大诶。所以太家要一吹高，年纪大都没精气神，尤其呢平常时又没接春透场，当少年又脱离，忽然之间躺案头，都躺没么个事，所以精神没么个好，所以严重现神，让你警告一下。你太个精神要振作起来，既然来参加忏悔班，我来真心忏悔，唔系讲来错应伊都杀咧，呀，事情非常重要，而你个性命管很多，而你个前途也唔系普通的班，也而你要好好来谈，唔太个喺啲个毒蛊，心管都乱想。你说韩国这个烂算烧先不就会按过来加敲，也用死太家都会动静。好嘞，太家坐下去继续讲，跟他慢慢讲说嘞。还没有讲完，太家还没有讲完。